所以不要再非常的开心。
常的平静，非常的满足的精彩演出。那么当然呢，我们要期待一下就对了。现在先把您的手机先关到静音，感谢。我们就做这个动作，把您的手机关至静音。各位现场的好朋友们，我想呢，我们的会。我们说有朋自远方来，怎么样？不亦乐乎，对不对？非常的开心。那我们掌声来欢迎来自我们成都市台办朱荣熙主任，即来自成都，欢迎。好棒！你看，我们两年没有这么有。首先呢，今晚的主办单位特别感谢浙江艺术文化会，感谢，还要感谢我们的国立云林科技大学云林县社会福利推展协会，也感谢我们的协办单位是妇女会、救国团、云林县团委会、团友会，我们所有的背心志工。人寿保险文教基金会，更感谢，更要感谢，就是今晚的承办单位，各位要借着你的双手给他们一个热烈掌声，也是我们今晚的演出单位浙江艺术职男，他们还在后台，谢谢好朋友们都能开心快乐的过每一天。现在要让我来邀请我们今天的董事长许淑国许董事长上台之前，我想我们今天一定要特别感谢这个我们的赞助单位，也就是我们财团法人，我们的财团
在您的支持及善念的种子，一个始终相信凡事只要用心，一定能把所有的事情做好。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有请财团法人人寿保险文教基金会许淑婆董事长上台。还有我们的副校长，各位好朋友，还有我们的主委，几位政务顾问，各位所有迎宾乡亲，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我刚刚在站在门口欢迎各位的时候，很多人跟我讲啊，足久无看的哈，啊，我有看老婆，啊，我有看老婆，无啦哈，那个，我有看老婆，开玩笑哈。我是感觉讲，这几年来，我自从委员落来了，我拢咧担任伫一个保安公会咧做理事长。其实我去做理事长了，我一个心愿，我真正去做理事长了，我知影台湾的保险业这几年，会当讲，我嘛甲帮忙了足济，互伊会当一层一层的成长。整个台湾保险业所有的保险公司，我们的总资产已经突破20兆，这个20兆的总资产，我们每一年大概保费的整体收入是3兆，哦，3兆，所以可以说每一年的获利都一直在增加。但是保险公司赚了钱，能不能做一些？所以我当上理事长以后，我就一直在思考，我到底要做什么事？我除了帮助这些寿险公司能够让他们业务发展，能够赚更多的钱，但是保险公司的钱可事情。所以我曾经写了一篇文章叫我心中还有梦，我心中的梦除了让整个保险业务的大发展，心中更需要的就是我来自乡下，我来自偏远的地区，我在乡下可以说风头居备收在多海，所以我一直有一个想法，过去到现在都一样，我说教育是穷人唯一翻身的机会，所以我就想我能不能利用一个文教基金能够来帮助很多偏远山区的小朋友，这是我的梦想。但是这个梦想要配合才能够来成立这样一个基金会，那这个基金会大家都知道，全国性的基金会最少起跳要有3000万的资金以上才能来成立这基金会，所以我就跟所有的保险业讲，我想办法让你们赚更多，我让你们保险业更大的发展，但是你们要来共同实现我心中的梦想，也就是这个基金会的由来，也是这个基金会的设立。在这个基金会设立近2年，都对台湾所有8个的偏乡小孩，我们都给他们赞助他的学费，就让他不要有后顾之忧，他的学费我们就把他担起来。每年大概有将近500个小朋友，哦，包括我们云林县在内，我不可能说把云林县跳过去，因为我自始至终8个县市有屏东、台东、高雄、云林、南投，还有包括澎湖、包括马祖。全部都到，我每一个地方我全部都去看他们很多的小朋友。你刚刚看到那个小朋友叫王帅，那长得很帅，没等到我们报长久工，我来当然引用这些王帅来做这样，但是他的爷爷奶奶跟我说不好，为什么？因为他父母亲啊，只要知道有人要认养他，有钱寄来的时候，父母亲就会回来，我就把钱寄放在学校。只要他缴学费，学校就帮他缴掉啊！我想，这事实上我还有透过这个寿险，我还成立了一个叫金融奖助协金，这个是我跟马总统特别商议的。我们1年1亿的奖助协金，1年1亿，给台湾所有各大专院校的同学，只要你清寒，
成绩优秀，你想念书的，一年50000块，给2000名。我们已经发了2年了，所以已经有4000个大专生已经享用了这个奖助学金。我为什么这样做？事实上，我的小孩都长大了，我也不需要任何的奖助学金。但是我总认为，我以前从政，现在除了公司赚钱以外，我认为这个社会还有更多需要帮助的。你真的到那个山区去看他们小朋友，哎，真正哈，哎，因为大的环境开阔，真正未必做这个事情。而今天啊。经营事业一方面呢，我希望回归这个社会，甲回归地方，这是我一生的这个愿望。因为我本来就是庄脚囡仔大汉，所以伫庄脚，咱过去嘛是需要人足济帮忙。啊，过去我看我阿哥伫庄脚，拢阿哥咧做事啦。因为安那，伊到时阵国小毕业，伊就无读册，无读册，啊，结果拢留咧做事。啊，因为我。所以我受教育，啊，今天我有机会达迄个目标。所以，阮这个基金会的名叫做“爱延续，延续爱”哈。各位可能有一些人知道这一张表哦，这个这丁明这个小朋友哈、哦，各位看到这个小朋友，这个小朋友是我的早囝，上的第三个早囝，也是我第一届在海报。那现在我们这个。制成这个悠悠卡，我叫爱心储值卡，要送你只要储值卡跟一个爱心的徽章，哦，像我身上在背一个爱心的徽章，我们都希望把它传承下去。我卡收不接受基金会补助，请你上一支温泉。我去年送他们小王子，还有另外一本另外的书哈，每一年都寄一本书给他，鼓励他，让他的人生不一样哦。所以这是我们基金会扮演的角色啊，我是。讲的时候，我都希望传达一个理念：当你有一天你接受了基金会的补助，有一天你可以在社会上独立了，你有那个能力了，记得爱延续，延续爱下去，让更多的人需要帮助的人能够继续帮助下去。接着是师父，这几年啊，除了你改以外，你怎么改？啊，其实我想要做的。所以我来创立这个基金会，我也希望各位，你若真正伫婚姻观、伫偏乡、伫囡仔厝诶，真艰苦，但是这囡仔搁认真读册，你甲我顺利完成学业。了水无三工就臭了，但是这个可能还冻一礼拜还袂臭。咱人嘛同款，你若规工吼，你生气诶人吼，歹势你身体绝对歹。规天都充满了爱心的人，你身体一定壮，身体一定强健，因为我们的细胞、我们的水分子一定是好的。所以今天在这里哈，我除了再度的来举办这样的活动，我知道很多人希望我够办民歌啦，够办什么啦哈，以来有机会，我再过来就起定来到上港哦。好，再来，咱再来一段哈。希望大家继续哈、哦，我们这个美丽的世界、美丽的社会、美丽的环境，需要大家一起来维护。我们把这份爱再传承下去，也希望各位能够给我们的下一代更好的未来。我今天在这里再度的祝福。我刚刚本来要，你好不好？1、2、3，伤细声，真正。我跟我拍跑我嘛有益健康呢，你拍了的时阵，紧，好，开关，再一次，1、2、3，哎，还有话开，还有话香，谢谢。那在这里啊，我就交给主持人，等一下我们是不是也用来联系的？家带领都是大学生和大学生，你看到他们哦，有一些是老师，但是看起来都非常的年轻，而且舞蹈他们很用心。事实上，他们为了今天晚上的表演，对不起，从今天早上哦，而且我们的导演听说很那第一功鼓膜麦功音听无了哈，没问题，一点一滴都很细节的，很挑剔。
所以我们希望今天我们拿出我们盈利人的水准，把我们看节目的水准带，就掌声大声一点给他鼓励，好不好？好。来，我就交给你了。好，谢谢大家，感谢各位，谢谢。许淑华许董事长，现在就让我们共同来欣赏台湾浙江文化节青年艺术节。多彩台湾，美丽浙江，欢聚一堂齐欢唱，文化交融，艺术芬芳。当时针指向2016的金秋，我们相聚在国立云林科技大学，与两岸的文化使者一起共同拉开台湾浙江文化节的序幕。也在这充满年轻活力的舞台上，为大家呈现的一台具有浓郁民族特色和浙江地域文化魅力的专场晚会。晚会的所有节目呢，均由我们浙江艺术职业学院的师生共同完成。就在前不久，我们艺术团的部分成员呢，还参加了 G20 杭州峰会文艺晚会的演出。此次文化艺术节，我们将把浙江艺术职业学院60多年传承与大家一同分享。那么接下来就请和我们一起体味这吴越旧故带来的艺术幸运。首先请欣赏的是原创女子群舞古铃声，花鼓声声，让我们在这繁花似锦的江南景色中感受美丽的浙江。有请。
带来我们的歌舞。那么接下来我还想为大家再带来一首歌曲，你们想听吗？一首《问春》送给你们。时光，接下来有请吕静为我们带来越剧名段《西湖山水还依旧》。
我就是那能遨游九霄的仙鹤。请欣赏原创男子双人舞。爱情像杯美酒，一杯美酒，欣赏不愿意
Wow.
手前孙周吴郑
的文化交流和沟通往来，共筑新桥，天长地久。第十届台湾客家艺术节文化节及青年艺术节专场演出到此结束，感谢领导、嘉宾上台与演员们合影留念。告诉我们，云林的观众是特别的热情，所以好，那我觉得我们观众这么热情，我们就应该要给观众再加。演员，请再准备一下，好。首当其冲啊！我觉得云林的导游好，还有接待的人员也好，他们现场啊教了我一首这个台湾的戏啊，我不知道，就唱一小段，我不知道怎么准确，请大家包涵啊。我心跳的。我一定学了，然后下次再来给你们汇报，好不好？好。那么接下来我再为大家演唱一首很好听的带有西域音乐的风格的一首歌，叫《别》，希望大家
我接下来呢，因为我们的舞蹈演员还在抢一套服装，所以我为大家带来一首《来香巴拉看太阳》，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谢谢。和对生命轮回的歌颂，请欣赏原创女子群舞《佘家女儿拍》，有请。
谢谢。让我们记住今晚，记住云林，记住浙江，记住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希望你们有空来美丽的人间西湖做客。最后，台与演员合影留念。感谢我们今天的灯光，感谢我们今天的音效。现场是不是有朋友遗失了一个平板？如果你有遗失的话，请跟我们救国团团友会的会长来认领。结果黄老师，黄老师，正歪了，跟我们两个在拍。好，给他正歪一捧。哎呀，真的，我刚刚要讲，真正的护业是没我。